现在看这个天平。看不到什么字了呢？垃圾0.00。啊，现在看整个盘子。好，这边放料。45.7。它这个100就是刚好45，就是这个数的。下面等一下再数一下，你把它分别放呢？45.，也就是说它那个拿高一点，这样子拿。看不见那个墙啊，太亮了。旁边要数一包，等一下啊，把这包数了。好，好。